好，来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收走了，不然先给我好了。好，给。没有。还没有遇到他，恭喜康仁哥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当面跟他恭喜一下。这次我们先试一下跟伯杰还有我的讨论，就是跟男生一起在那里闹去，我觉得超开心。对，所以其实没有那种紧张感。对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孟道光。我爱面线。面线是他说他想的。跳中间你放的那边。开心，幸福的。因为他其实私底下就是一个很活泼的，然后很可爱，然后超级亲民，所以很喜欢他。拍任何戏的时候就认识了朋友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蛮感动的耶，拉裙摆应该的，应该。我其实第一时间是想要站起来恭喜他，对，然后发现他脚踢了一下，我就想说那我帮他拉裙摆这样，对，希望没有拉太高。有人跟我说，哎，你把人家裙子拉太高了。那他就会一直就是敲完导演那个剧情的或者故事的一个发展。好，没有。没有什么意思、就希望未来可以开始有一些新的宇宙让大家看到这样。对对对，不会不会，只要有机会一定会。各位听观众，谢谢你们这阵子谢谢大家。